我相信生命有一种力量，不放弃的心勇敢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顶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的光芒，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不孕专家还真讽刺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能够成功的啊！啊哈，真庆幸耶！我经过那么多次的失败，还会有人替我打气耶。嗯，我才庆幸呢。我庆幸啊，你留下来，要不然在关山这个小地方啊，我会感到很无助的哦。嗯、我们作伴吧。哎，我送你回去。啊，不了，我先生他今天要来接我，我到那边去等他就好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就明天见了。OK， 明天见，拜拜。拜。这样解释可以了吧？以后不要再说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真是一丝不挂，一条蜘蛛丝都不挂。好了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老师，什么叫间谍情深啊？我知道，这问我就好了。间谍感情都非常的深，像007，感情很丰富，总是到处交女朋友，到处留情。My name is Bond。真的是棒！你是真的不懂，还是故意的？我当然是故意的啊！才怪嘞！好，老师解释给你们听。尖是指比翼鸟，蝶是指比目鱼。这两种动物呢，对他们伴侣都是非常的忠实，形影不离。所以间谍情深呢，是指夫妻的感情非常好。干嘛问这个啊？哦，谈恋爱谈得吓吓叫，就会好奇这种桃色问题吗？哦，谈恋爱，乱讲！我是问来增加你们的深度哎。骗人！老师跟师长的感情很好，两个人简直是郎才女貌，间谍情深。有那么好吗？当然有啊！
我跟宁向去老师家里面打扫的时候，看到老师跟师丈的照片，两个人感情很好哎。对啊，而且我偷偷跟你们说哦，宁向他还很羡慕嘞。怎么又扯到我啦？我跟你们讲啦，感情的生活刚开始都很甜蜜，到最后一定会碰到一些挫折。老师，那你跟师丈也会有挫折吗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像是什么呢？像生不出小孩啊。没关系啦，我相信这个在班上也不是什么大新闻了。我呢，当然是非常想要小孩子，但是一直盼不到啊。我想，这就是我跟师丈在生活上的一大挫折吧。老师，那师丈会怪你吗？这种事啊，谁也不能怪谁。师丈他一直不太看重这件事情，他不希望压力太大。我呢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我跟师丈两个人个性完全不同，但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一定会有争吵，会冷战，但是为了争一口气，只会彼此消耗，作用太小了。到最后呢，还是会改成互相调试，互相支持，这样子才能够形成更大的力量。你说你在我家看到我跟师丈的照片，看起来好像感情非常的好，不过照片那也只是一瞬间了。真正的甜蜜就是能够一起手牵着手，共同的面对一波又一波的难关，冲破一关又一关的逆境，这才是真的甜蜜。我跟师丈就是牵着手一起面临孩子的问题，一起来到了关山，一起调试这里的生活环境，我们就是一直在一起，不离不弃。你们谈到的感情一定是指恋爱，不过老师在这边要提醒你们，有了恋爱就会有责任，将来会有一种感情，它是经年累月的牵挂，伤痕累累，有甜蜜的爱情，也有甜蜜的责任，这是一种人生的功课，等着你们去上。不用急，你们一定会等到的，慢慢来，等到你们都成熟的时候，会面对得更好。老师，好像背念如胶还比较简单呢。哎呦，简单的多了。哎，你背一段给我听听看。好啊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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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出去啊。没有了，我去玉里支援。最近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呢？只能一点一滴慢慢来喽。他已经进步很多了，这星期啊开始自己拿汤匙吃饭了。对，饭粒掉的到处都是。我爸比我还厉害，我都还不用汤匙吃饭呢。操蛋，你是压低嘞，要哪跟我拿汤匙比嘞？喂，不错哦。你们这一家人是我难得见到这么团结、这么和气的。是他们好，不计较我没有用。大姨今嘛吼，是阮厝内边的大汉囡啊，阮规阵吼拢嘛改小名名。我都负责帮我爸拍痰翻身哦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嗯，我都负责帮我爸洗澡。剩下的，通通都是他来做。辛苦，辛苦你们哈。你的福气哦，你是我看过所有脊椎病患里边最有福气，加油哈，要珍惜。别跟他讲嘞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阿贝，好 ，X 光片上看好很多了哈。
开一些止痛药给你，减轻你不舒服的症状，然后我建议你做内视镜检查了哈。啊，我刚刚来做检查就好啊。对，检查。对对对。好，安利的英姐来了。好。小心点啊。好。休息一下哈。哎，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病患，半年前脊椎受损，我预测了手术以前完全瘫痪，这是最起码。可是我刚才看到他，他在跟我说他可以拿汤匙吃饭，那不就是奇迹吗？嗯，我倒不觉得哈，奇迹是上天掉下的礼物，可是他是家人的力量才复原的这么好，是努力得来的。很不简单呢，我看过一些瘫痪的伤者，太太多半是不出一年就跑了。嗯，他太太对他真的很好，对他是不离不弃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太太也不错啊，像我这么忙没时间陪她，她对我也是不离不弃啊。潘医师也很有福气啊。啊，应该是魅力吧。嗯，因为我老婆常常说，老公我帮你买一些名牌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老公就是个名牌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其实真的了，真心的哈。黄老师真的很包容我们。哦，有门诊进来哈。可是都已经过了门诊时间嘞。没关系了。谢谢师姐，谢谢师姐哈，谢谢师姐。很好啊，很强壮哈，哪里不舒服？潘医师，潘医师，你不认得我了？你是我以前的病患哈？是啊，关山分院的病患。是啊，而且是潘医生开的刀，我还在这里住院，住了很久呢。潘医生哈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哈哈，我竟然把这么聪明的潘医生给考倒了。潘医师，我是胡庆元啊。胡庆元，一定会帮我动手术，对不对？胡庆元，只要你身体 OK， 当然要做手术。是啊，就是那个动过股骨筋手术的那个胡庆元。没错，你是那个瘦到剩40几公斤，然后两边股骨颈坏死，是要补身体才能动手术的那个胡庆元啊？对啊，就是我。你骗我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骗你啦，潘医生。哇，那我就想，一定不是只做了股骨颈手术，你是不是去整容了？哪有啊？那怎么我完全认不出来你？哎，还好你不是通缉犯哈，要不然抓不到你。不可能啊，潘医生，我现在哦，都80几公斤了嘞。我现在还找到了工作，在水泥工厂上班。都好了吗？都好了，可以走，我还可以跑嘞。哇，我真的，这个不可思议哈。你没来回诊哦，有没有回来做复健？潘医师很担心你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术好了以后，骨头也不痛，能吃能动，所以身体啊好得特别快。今天来。就是要谢谢潘医生的。哦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啊，还有。还有什么？我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病房。好啊，好。来啊，很休息哈。
进去看看。刚住院的时候，躺在这里，我只能看见天空。开完了刀，可以坐起来了，就可以看见天空、山，还有天。我心里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站起来了，我要看得见什么？我看见了整个关山的风景，体会到了哈，这是我常跟人家说的，步换景意，只要你肯移动你的步伐，你看到的景色绝对是不一样的。风景真好。那你房间里的窗子开好了吗？我找到工作，领了第一份薪水，就是请人给我开一道窗子。现在我的房间里面有风景可以看。我那应该，我也该谢谢你回来看我。好不好？你看看我们眼前是不是有一片好风景？加油哈！谢谢。吴庆勇回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快点！吴庆勇，奇怪，不是哦。你们两个这边呢？你是吴庆勇？对啦，兄弟，就是我啦。心脏科，真的，步换景移，人真的要自己移动脚步，你面前的景致啊，才是有所不同的，真的。我知道，它就像是那个改头换面，所以你感触特别多啊。对呀。亲爱的副院长，都已经过三天了，你还那么乐？我乐哦，当然乐啊！你知不知道？吴庆元进来的是什么样子？骨瘦如柴，我替他捏一把冷汗。可是现在什么样子？那句话叫做“胖胖的，又咪咪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白泡泡又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什么声音啊？佩玉寄给我的电子圣诞卡。圣诞了，快吧。亲爱的世宏，最近过得好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干嘛？圣诞我带你去的地方。杨兄弟，你好。哇，怎么样？你们都好吧？我们很好，然后杨子没有问题。啊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今天来蹲进木林的。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邻居啊。啊。探望邻居。啊，是这样，一点小意思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谢谢，欢迎欢迎你们。不过佩修你不在，他很快就回来，他这趟是出去买东西。哇，那么厉害，骑单车啊？对，他的腿很好，他追两件一整年，他要去找庞律师，请你把他的钢筋拿出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待会我看看，可以的话，就去医院把他拿出来喽。好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马院长。好，好，你们来。台湾的社会啊，一直在进步，花东这里呢，
医疗服务现在变得很完善，关山附近呢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医疗资源不足。阿贝，阿爸，我们再吃点心。那你好不？哇！阿爸吃，阿爸吃，来，我们这边请啊。慢慢讲。这是我们的大病房。院长好。好。我帮你翻身啊。可是我们这里呀、啊。还是有很多这种长期需要照顾的病人，特别是生活自理能力缺损啊，没有家人照顾的老人家，我们疗养院啊就尽量来协助这样子的病患。院长，我来，麻烦你哈。那等一下别忘了拿他的点心来，好好好。我说那，怎么跟我讲？他最佩服就是传教士跟修女，因为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我们台湾照顾我们的病人。你看，在这样辛苦的环境下，只是不停的做，不停的做，不求个代价哎。我们是求回报的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天天祷告，希望啊这个病患啊醒过来，好起来，站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看。没关系啊，我很习惯跟病患相处的。谢谢谢谢。冰冰的哈，很舒服。哇！爱兰奶奶。白兰奶奶，记不记得我？他一直帮你开刀那个。记得。好不好？最近还好哈。白兰奶奶，这个巧克力给你。白兰奶奶啊，谢谢。最爱吃巧克力了，太好了。喜欢吃就多吃一点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这一年老多了，他都不太愿意动。哦，这样不行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你要告诉他要多运动，而且要持续做复健，这样才能维持健康啊。你们疗养院跟我们医院很近啊，可以带他去我们那边复健科做复健啊。对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我就说今年的天气怎么好，一定要好事情啊！原来是我们的好朋友来了。潘律师，我很高兴看到你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这位美丽的女士一定是你太太，是不是？我太太苏红啊。哦，苏红啊，啊，请问那一个红？彩虹的红。哦，彩虹的红啊，我就知道啊，跟彩虹一样美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裴小姐，还好吧？我很好，感谢天主啊！你看我的手。给你看，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不错哦，恢复的不错，怎么样？你自己满意吗？哦，很满意啊，而且很好用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的腿，我告诉你也很好。最近我一直想啊，去找你啊，我也把钢钉拿出来哈、哦。有有，我放在心里。你看，我们不是来了吗？恢复的不错啊，找时间我把它帮你拿出来。哦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坐吧。上个月啊，他回奥地利一趟，我就跟他说啊，趁着回奥地利休假，顺便啊把钢钉拿出来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时候我想也好，趁我休息回奥地利，把钢钉拿出来啊，因为那边有家人帮忙照顾我，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工作。结果他去医院，医生替他照 X 光。
他就问手术是在哪里做的。你等一下，这部分很精彩哦，我要自己讲。所以那位医生他问我手术在哪里做的，我是说台湾台东有一个潘医师啊替我做的。那位医师说潘医师的手术做得非常好，100%吻合。哦，真的哈？他有没有称赞我别的？真的，我应该骄傲骄傲，抬头挺胸走出去嘞。对对的，你也收敛一点好不好？不行啊，老婆跟你说，奥地利的创伤医学那么进步，既然人家称赞我100%吻合，那表示潘医生的技术真的不错了耶。对不起啊，我先生有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呀，也该为他感到骄傲啊。是啊是啊，奥地利的医师说台湾的骨科可以做到这样的水准啊，那我应该就回来开刀拿钢钉啊，免得在奥地利匆匆忙忙做了手术啊，又要赶回来这边啊，会太累啊。所以潘医师啊，我就要拜托你再一次啊。可以啊可以啊，我就住在医院的后面宿舍啊，随时回医院替你服务。再加上我的技术也不错啊，还有，我太太帮我煮饭，我才有力气帮人开刀。佩瑜，真不敢相信永谦跟我就这样留下来了。也许因为不再期待离开。日子反而过得特别快，半年又过去了。永谦还是一样，早出晚归，只是当了副院长以后，有更多的行政工作，需要和地方有更多的互动，巡回医疗、居家关怀、捷庆社医疗站，他都去。这些我们资金拿给你的哈，来，我帮你放这边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身体好不好？好啊。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，不明白他的生命力怎么那么强。我呢，我这一班不久就要毕业了，我终于完整的带了一届。我们班同学有的想升学，有的要就业，不管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，我很欣慰，他们都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。除此之外，我最近还出了一点状况。上个月我竟然怀孕，而且是自然怀孕。我知道你看到这里一定会高兴地替我尖叫，但是从我写这封信而不是亲自打电话给你，你就该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那三个星期很不平安，一直出血，我几乎夜夜失眠。后来也证实又是胚胎发育不好，没有心跳，最后也是不得不面对做人工流产手术。这次我没有哭，也许没有孩子就是我跟永谦的命运。脱掉几滴眼泪也于事无补。
好了，阿宝，可以开灯了哈。那现在总院那边也一起看完了，那我们就切换一下，一起讨论吧。哎，我最近有变瘦一点，花莲总院那边看到我，应该觉得比较漂亮吧。男生分院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好。哇，好有精神哦！刚才看完了影片，现在欢迎大家提出问题。或者实际照顾病人方面，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都可以提出来讨论。哎，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住院病人啊，他没有家属在旁陪伴，然后他又不自主下床活动会跌倒，我们予以双手约束，可他之前挣脱，然后导致下床跌倒，那责任要归谁？谢谢。听到消息，问得很好。对，上课哎，这种大消息，怎么需照顾好病人的？真的假的？问这个问题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个重大消息，想要占用3分钟公布一下。请说。我们的潘医师升任为关山分院院长了。恭喜潘院长。远距教学嘛，哈。时间宝贵，大家不要浪费。那好消息嘛，明天公布，大家自然就知道了。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继续哈。可不可以请潘师到前面来呢？大家好啊，我是潘医师潘永谦。来，我们一起恭喜潘院长。吃，刚切了点水果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来吃啊。怎么了？啊，责任变大了，怎么办？为什么？没事，我升院长。真的？这算是好消息喽，一则喜，一则忧喽。喜的是，工作得到肯定啊，这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忧的是吗？忧啊，可能就是要破36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记录了哈。或许吧哈，反正工作量变大了，责任就变重了。还有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。我们可能要在这里时间更长更久了。你接下了。哎，就跟当年你决定要来关山，也是先打定好主意才让我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有所发挥，成就感也大，我愿意配合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现在的工作量虽然比以前大，可是我发现你比以前更快乐，我支持你。哇哇哇！表现得这么明显啊，我自己怎么没有注意到？你可是吹着口哨进来，
老师的 email， 到时候有空呢就常常写信给我啊。老师，我一定会常常打电话问你怀孕了没。哎，难不成到时候你要回来帮我喂奶？才怪！老师，我到时候一定会跟工床请假回来帮你坐月子。你还担心这个？老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怀孕呢。以后啊，就好好的专心在工厂跟妈妈工作，把钱存起来。这样子，将来才会有本钱建立自己的家庭啊，知道吗？我要看你点头。老师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要加油哦。嗯，哎呦，大家放心啦，我还留在关山了，对不对？老师如果真的怀孕，我一定负责通知大家，而且坐月子还有我帮忙。你说的，你说的吗 ？OK 啦。老师，我也要帮忙。谢谢叶老师，我加油，明天就到了。我要再泡。我也要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多人。老师，你不能忘记我们哦。不会的。哎，停下吧。太多啊，有没有100多张了？欲罢不能嘛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上像你这么漂亮又亲切的老师，所以要多拍几张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亲切又漂亮，哎，你刚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吧？对嘛，你当时也不是这么想的。王树红、老太婆、爱管闲事、三八婆，奇怪你，啰嗦唠叨大鸡婆，不生小孩不孕婆，很烦你，别再说了。我以前看你偷偷写在桌子上，我都背了啊。你怎么说啊？奇怪，我不知道我以前这么高过哎，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啦。我哪有记你过啊？大过小过我都没有记吧？对啊。我可要特别提醒你，这些同学以后都是我的眼线，你如果敢再调皮捣蛋或是赖在家里不上学，老师可要继续当我的老太婆、三八婆、大鸡婆，用 email 定到你长大。老师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老师，我也要你盯着我长大。好啊，你们永远都会是我的好学生，我会一直看着你们的。你们要加油哦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把学业念成念完，将来要做有成就的人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不可以忘记我们哦。不会，老师，我舍不得你。老师，我们一起努力哦。
小心啊！哎呀呀！很舒服吧？哦，不好玩，天天盯着儿子看，快闷死了。哎，当初不知道是谁口口声声说要把时间留给孩子的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人就是不满足。妹，大家都好想你哦。我也是。啊、哦，对，潘医师升院长了耶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他是应该得到肯定的。只是他升上院长以后更拽了吧？什么更拽？是更亲切了？会吗？他说啊，如果他生气，别人就会更生气，那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。所以现在几乎没啥脾气，就是好声好气的提醒，只有关心询问，很少管束喽。对啊，他那天还称赞我哎，他说你真棒，连这么难照顾。称赞哦，他以前都是用念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，你看，是什么？一样是萝卜啊。哎呦，什么？我是要叫你看鞋子啊。哦，鞋子，哇，好新哦。嗯，哇，这是潘医师自己买来犒赏我们的哦。我知道你也有了，好新哦。好棒哦。哇，现在福利好像越来越好了。嗯，好像应该回来了。好啦，你回来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是也常念起你，他还说我们要是看到你的话，问你要不要回来，是吗？他真的这么说？嗯，考虑看看吗？不行啦，老公不喜欢我上班，他喜欢我等他回家。学姐，你们慢慢聊，时间差不多，我要去忙了。好，去忙。对，我也要去换点滴了。嗯，要记得常回来看我们哦。好。大家都好忙哦。对啊，这个医院哦，没有谁不忙的。嗯。昨天急诊还送进来一批学生，在绿岛食物中毒，20几个哎。哇，那不是忙翻了吗？对啊，所以就赶快广播红色九号，叫全医院的医师都过来支援。而且还有记者来采访哦，博讯那组也忙着招呼。是哦，啊，出院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观察一两天，而且肠胃科一下受不了那么多人，潘医师就帮忙收了一半。哈，那要写多少病历啊？就是啊，偏偏急诊护士又是新来的，动作比较慢，有很多事啊都要院长自己动手。唉，你叹什么气啊？你现在这么轻松，这些事啊都不用你烦恼。慧君，刚听到院长有事找你哦，在5楼。哦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你快点去，我也该走了。我走了。嗯，保重。嗯。新人。阿忠，待会儿那个病患是被眼镜蛇咬到的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他可以被咬到半天以后才来到医院。你知不知道，一般被眼镜蛇咬到的只是用4-5瓶血清而已，我用到21瓶。还好啊，在医院住了几天，帮他把命找回来。待会儿呢，就帮他手臂患者组织清掉就可以了啊。哎，老大，你昨天写病历写到半夜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今天早上还有开会，还有门诊，然后下午又去那个什么南岛文化节的医疗站服务。现在又来开刀，怎么你都已经做院长了，事情还这么多？你到底会不会有厌烦的一天呢？你有吗？我，在你面前我不敢说有了，太假了。有啦，我烦的时候我会扎头发，我烦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。那怎么办？
回归基本信念啊，认真开好每一台刀，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啊。那所以说你会永远待在关山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怎么走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我基本信念是不会改变的。好惨啊。什么好惨？披下那个廖小姐啊，这个月收到3000元假钞要赔啊。廖小姐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怪自己当时没看清楚。真的很惨。好了，病人快进来了，休假快啊！哦，哎，我先刷走。啊，好好。